Hey guys， 大家好。这次我们新建 High Definition RP 项目高清油管。项目名起个喜欢的名字，建议保存到机械硬盘哦，以保护固态硬盘。如果电脑配置不够高的话呢，可以选择 3D。整个构建过程比较久，大概要8分钟吧。文件大小是400多 MB。如果中途报错，显示中间的强制退出，然后再新建项目。电脑配置建议大于 16GB 的内存，配备独显。建立地形后呢，我们想放些东西在上面，树木、花草。而这些又涉及到了建模材质，我们又要学习搅拌机。哦，不是这个搅拌机哦，是数字搅拌机，又或者是 Maya。或者又要学习 Pore Builder，然后又要学习 Shader Graph 着色器，还有C# 语言够头大的了，又来个图形语言，还有高低图。关键还要学习建模的话，如果还要学习收费的地形插件。OK，下一视频我们先学习 Terrain 地形。